小船，人间仙境般的环境条件格外令人神清气爽，除了转经轮、扬佛幡，还是兴奋地高举自拍棒，合影美丽风光。沿途众人分取茶棍面包，低调地施食水族活命，为能保护环境并谨守当地环保规范，慈悲行动也得小心翼翼。再度靠岸，空气中悬浮的细微嘈杂声仿佛从天上返回人间，觉受六根凡尘，华严经进行品记，渐入波尘，当愿众生远离尘笨，或清净法。面对无心，海涛法师遍洒慈悲甘露，祈愿众生法缘具足，得佛受记，永离恶趣，往生善道，得证佛果。当下法师与众人于布雷德湖畔合影，让画面中永恒的仙律汲取当时人间仙境的情分。布雷德城堡是斯洛维尼亚境内最古老的古建筑，由亨利二世在11世纪时捐助布雷萨诺主教，又于1278年由赫雷恩侯爵转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城堡的入口处是一座小巧的门墙，接连着铺排平整、曲线妖柔的碎石道。灰褐色的砌石高墙顶着灰黑色屋顶，低调中不失细致的优雅，墙楼上的小窗总能引人好奇探看。登上城堡，百看不厌的水云湖光，一处有一处的诗情画意，一景有一景的旖旎风光。Thank you.
借着山腰上的一处小平台，众人燃起烟供香，十分低调地跟随法师念诵经。小声一点。慈悲施食六道有情众生。末了，佛子们同声念诵回向偈，山光水影的优美景致中，为布雷德湖畔的慈悲善行合影致贺。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佛。晚云翩翩，湖水漫漫，日下西幕后的云空，尽管变得深暗，依旧掩不住水波云影漫溢中的蓝绿回放。霓灯下的布雷德岛湖岸风光，像是淡然于喧嚣外的隐士，用千年的寂静纯粹了一个诗歌般的天堂。电视台生命基金会，生命电视台两个节目制作中心，宜兰、高雄，台湾生命电视台是慈悲置业法务整合的大平台，自2004年元月开播以来，获得各方大德信众的热烈回响，至今即将届满20年。目前播出的节目有善知识法语、长老法语、大乘讲座、生命讲座、弘法行脚、菩提系列、佛寺巡礼、素食推广、佛心花海以及佛教卡通等各式的弘法教化节目。2020年，有鉴于现代人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高达6到8小时，许多人一天中有超过1/4的时间都被手机占据，收播习惯由电视转为手机、平板。为了因应这样人手一机的崭新收播乐听习惯，生命电视台播放平台专为网络播放，手机随时可以接受佛法的熏习和引导，但全省 MOD 以及部分第四台仍可观看，配合老菩萨看电视大荧幕的习惯。生命电视台成立至今即将届满20周年，陪伴广大信众共同学习佛法，期盼诸位护法大德居士菩萨们抱着修持的长远心、不退转心，继续和生命电视台一起携手，将弘扬佛法的使命传承下去。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点灯药师经佛前大供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药供暨慈悲施食，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三昧水忏、护生暨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2月9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清净人缘成，安住十方吉祥沙土中，诸佛正法僧切生者中，定力一切愿我更吉祥，等望佛现用意成就佛，慈眼的佛，善名声的佛，一切一池广大名成佛，如须弥山生利名的佛，垂念一切众生名的佛，威力吉祥名成足愿佛，生命增大增吉祥，吉祥八大善事精定力，文殊童子举得金刚手，圣观自在护住自世尊，地藏菩萨并欲出盖章，圣尊普贤菩萨虚空藏，青莲金刚白莲那切树，如意摩尼宝剑日月轮，十善标志吉祥殊胜等，八大菩萨勇士金顶礼，圣宝伞吉祥黄金玉，如意宝瓶月一妙莲花，月音海螺圆满吉祥界，不朽圣创自在金轮宝，书生标志八圣吉祥宝，十方三世一切佛，今夜昔女生中即增祥，八大吉祥天女金
千变如天，千目的是一尺过天王，增长天王龙王光无天，多闻天王各持天宝物，本三叉戟短枪金刚杵，他身八窗，三界增上山庙与吉祥，世间八大护法金顶礼，我等如今所作诸事业，一切障难呐喊悉消弭，顺缘增长所愿如意成，祈愿吉祥如意喜圆满。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与慈悲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